的整天，我看见你的脸碧云蓝天，我放眼多耀眼，晴空无边，所有的一切尽在天地之间，让彩云翩翩，春光灿烂，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你纯真的笑脸带我飞进那个阴天，我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你偎在篝火夜晚带我飞呀，彩云之南。我看到什么？看到阳光哥升16级了，看到你说了个嘿嘿。那梦幻般神奇的大自然，孕育着多少美丽的花。如此的温暖，每个思念湛蓝的春天，我看见你的脸碧云蓝天，我放眼多遥远，晴空无边，所有的一切尽在天地之间，闭上双眼，春光灿烂，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你纯真的笑脸带我飞进那个云天，我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依偎在篝火夜晚带我飞，恭喜我们阳光哥喜提16级大灯牌，谢谢阳光哥。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你纯真的笑脸带我飞进那个云天，我想要飞过那洱海苍山，飞上那玉龙雪山，飞到那天上人间，看夕阳映红蓝天，依偎在篝火夜晚带我飞呀，彩云之南。谢谢我们 OX 哥，感谢我们 LU，谢谢你的人气票，恭喜我们阳光哥，恭喜你升级啦！阳光哥有什么获奖感言？这个16级真是来之不易啊！阳光哥从去年就来 Kiki 直播间了，然后一直到今年。一直到今年终于等到了阳光哥的16级，谢谢我们阳光哥。阳光哥想听什么歌啊？好久没有给阳光哥唱歌了。阳光哥是不是喜欢听好春光这首吗？达达，你这个是为什么最近都是用这个小号来的？你那个代号不要点关注了吗？你这个号要点关注过。不对，好像是那个北国。蓝天白云青山绿水，还有清风吹。欢迎我们神秘人回家，神秘人你稍等，我给你唱那个奔赴星空啊。我给阳光哥唱个这个北国之春吧，好不好？恭喜一下我们阳光哥啊，北国之春。很久没唱了，感
改天唱，那你换一首嘛。改天要等多久啊？你明天来吗？不是不能唱，只是怕唱那首容易翻车。哦，明天就到期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看到这个真面目了。这首歌送给我们阳光哥。衷心地谢谢你一番关怀和心意，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，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待到十二点了。我衷心地谢谢你让我忘却烦恼和忧郁，如果没有你给我鼓励和勇气，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。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，仲夏夜里绵绵细雨，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呢喃，冰雪花飘满地，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，显得充满活力。这首歌你们熟悉吗？想看看宇宙之心长什么样？宇宙之心长得老好看了，讲的是一个宇航员手中捧着一个星球送给 Kiki 的样子。阳光哥说什么？刚看你飘过了，没看到你说的什么。谢谢 Kiki 大猫，不客气，阳光哥，感谢你一路的支持与陪伴，谢谢你。神秘人，你十二级，距离 Kiki 今天漂亮，谢谢豌豆哥，感谢你。你升十六级很近了。为什么喝水总会崩到自己脸上？这是什么技能？这是什么喝水的方式不对吗？不是崩脑门上，就是崩眼睛上的。推荐一个 PK 吧，思琪哥，你要给我推荐个 PK 吗？思琪哥，你看了我这么久，都没有加下我的团。阳光哥是老朋友了，是的，阳光哥真的是我们一年的老朋友了。谢谢我们旅途哥，感谢我们旅途哥。欢迎思琪哥入团，思琪哥跟我妹妹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也叫思琪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名字有多草率。因为我妹妹叫思琪，是因为我妈妈姓琪，我叫琪琪，是因为和她 PK， 她是谁啊？我叫琪琪，是因为我妈姓琪，但是我琪跟我妈的琪不是一个琪。然后我妹，为啥？因为我的名字里都是我妈呀。
然后小妹妹的名字叫思琪，就是妈妈希望她思念思就一直会这个把妈妈放在心里，所以叫思琪。我的就比较草率啦，起的就叫小名叫琪琪。人家就跟人家说我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我就说我叫什么什么琪琪，然后呢他们就会说你大名叫啥呀，然后我大名就叫这个啊。他们都不信，说了我叫琪琪他们都不信，还要问我大名叫什么。见贤思齐，对。感谢大宝，奇奇怪怪，你才叫怪怪，我叫奇奇，我不叫怪怪。欢迎大马哥。我看起来是不是，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不像乖乖女啊？感谢大宝，我乖不乖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猜我乖还是不乖？你们猜？你们觉得生活中的我是那种很乖的，还是看一下你们说的准不准？我不乖，我怎么不乖了？我觉得是我生活中是有性格有脾气的，但是呢当真正就是要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啊，然后或者是给建议，爸妈给建议的时候，我是很听话的，乖。也不能说完全当个乖乖女是吧，就是你要对很多事情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，如果你只是乖只是听话的话，没有自己的主见你怎么生存啊？标准答案是不乖。对，是选择性的听，选择性的听，小事情我可以不听，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一定会听，我一定会，对，会为自己负责，我一定会听爸妈的。你们呢？你们是怎么样的？不乖的时候就拆家。标准答案是乖，但是很皮，很皮。我以前叛逆过，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还有点叛逆。但是呢这个就是出去留学自己一个人独立了之后就不会了，就不会叛逆了。谁没有叛逆过啊，是吧？我应该是小学初中的时候，对，初中的时候比较还行吧。问题少女那是不可能的，我在这个学校什么的都是很乖的，就是在家里头偶尔有点小脾气啦啥的。一般那个叛逆都是表面上很乖的孩子，内心深处很执着。我的确是个还蛮执着的人。大宝是诶，我们十级灯牌了。哦，我知道，老朋友你又换名字了。我学的是音乐治疗专业。主要是以前小的时候练琴啊练声啊，就这种时候不听话的话容易挨打。我妈以前对我还是很狠的。我的童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玩乐的，就主要都是练琴呀、啊、然后练声啊，学习啊，没有太多的玩乐时间的。
气息是浮萍。娱乐生活可少了，导致我现在长大了也是没有娱乐生活。我真的我不玩游戏，不看电视剧，不怎么看电影，然后呢我觉得唯一的娱乐就是可能就是唱歌吧，然后现在唱歌又成了我可以点歌吗？可以呀。童年有点缺失，没有办法，有得必有失嘛。我获得了一些这个才艺上的技能，那我就一定会失去一些失去一些东西。如果我童年玩得很开心很快乐的话，也不见得就可能会在艺术方面有什么很高的造诣吧。真的，我当时是一度想放弃弹钢琴的，放弃了两三年，然后后来又被我妈这个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然后又重新学回来了。人格完善就可以了，这个倒是，我觉得原生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爸妈就是给我教育投入了特别特别多，然后在我的三观的树立上也花了很多的心思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成长的就是很健康，然后很快乐。就是我的思想一直都是还蛮理智的。你好好学唱歌就很对，钢琴打辅助。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。点首微风细雨可以呀，微风细雨可以。豌豆哥，你是财经大学毕业的？你之前在北京哦，发一个人气票的福袋。好好，人气票。我唱首微风细雨吧送给大家。你们平常都有什么兴趣啊？你们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你们都会干嘛呀？你们都会干嘛呀？微风细雨。人气现在在第七名哦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有这个1045人助力，1045人助力，我们还没有助力的。还没有助力的家人们，我们可以点一下助力，然后送一张人气票，就是多一个助力人数啊。没有送满600的，大家麻烦帮 Kiki 送满600。感谢我们点歌，谢谢我们点歌，欢迎你，感谢你的人气票。来一首微风絮送给大家，感谢我们 Cap 哥，谢谢我们 Cap 哥的人气票。是否你是你？
吹着风雨是慢慢飘落大地，淋着我淋着你，淋的世界充满诗意，微风伴着细上我们家的红色小牌牌才可以点歌哟。你要听什么歌呀？你要听什么歌？感谢大家辛苦了，我们出去连个麦吧。谢谢，感谢幽明月，谢谢你的夸奖，然后感谢刚刚这个，谢谢我们大宝。大宝为什么说那个回答你是哪里人太难了？为啥？为什么呀？灯牌不是唯一只能加一个的，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果会唱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下。这么专一的，像我们家的这个铁粉们一样，只挂我的灯牌。最喜欢我的女儿琴，今天把我的作品看完了，哎，迟了。你们是可以加很多个灯牌的，踏山河，我可以给你放一下。踏山河。秋风落日入长河，江南烟雨行舟，乱世深空卷起多少。现在入团也不迟哦，我们都欢迎你。万里山河都踏过，天下又入谁手。我是第二个就不在家了。对啊，问你们个问题啊，我是你们第几个？这个问题怎么问呢？我是你们知道我想问什么吗？我是你们家的第几个灯牌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一个，唯一一个，不知道，但我感觉是第一。第几个喜欢的？这个问的就太直接了。必须是第一个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问一问啊，没有说必须要让你们回答第一个，就好奇一下。因为我开始直播的时间很晚啊，我开始直播的时间是去年的4月份了，都是疫情都过了之后我才开始直播的。当时很多人。最高灯牌就是我的，是吗？那我希望你的第一个宇宙之星也是我的。你们期不期待看到神秘人的宇宙之星啊？还有我们 Cap 哥也15级了，
我们月月还在努力中，月月是上个月刚刚认识我的，但已经九级登台了。月月加油哦，月月！第一是八戒，第二是我，因为我才看的抖音，哇，好感动。你看直播更晚，因为我才看的抖音，真的吗？谢谢我们大宝，感谢大宝。第一个，唯一一个，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。谢谢我们大宝哥啊！我爸妈就总叫我大宝，然后现在来了个大宝哥。欢迎沙漠，欢迎沙漠哥。你们会一直陪我吗？你们会一直陪我吗？我们家粉丝排五级的，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粉丝群的，仅关注的也可以加我们的一个仅关注群，然后呢，五级的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五级的群啊，现在已经开到六群了，已经开到六群了，六群现在是空的，大家就不要重复加了，要看我多播少年了。我播到，我如果播到八十岁呢？我播到八十岁，你们陪不陪？是的，照抄我的啊，照抄我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陪到八十岁。那你们都得，哇，那我够狠。那你们岂不是九十岁一百岁都还在看我，长命百岁，为了看 Kiki 直播一定要长命百岁，希望我们在八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在抖音相见。我们现在目前在人气榜的第八名啊，大家再继续攒一下你们手中的免费人气票啊，就点那个助力，然后呢里面有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都会有免费的人气票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分享链接，还有分享链接，分享链接你们互相点一点链接啊，然后最多可以点这个1300多张的人气票，分享到粉丝群，然后互相去帮助一下。你带起来了一波节奏，对，你很厉害。我觉得我们在最好的时光相遇，就一定要珍惜当下，珍惜眼前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粉丝群通过一下。好，我等我下播的时候，我们家管理会处理的，大家稍安勿躁。谁家小姑娘这么仙呀？欢迎我们 Jackie 哥 ，Hello Jackie 哥，只要还有心跳，那就是为我而跳动。哇，你们太会了。最好的时光，世界那么大，去看看。你说的是让我去看看吗？下了吗？我唱一个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吧，好不好？正好气氛烘托到了，来一首这个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呀。欢迎小公子，小公子好久不见，欢迎你回家。来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。没看见你的吗，大宝？你刚说什么呀？你刚说什么？我可能错过了。
塞满青涩的回忆，就踏上成长的旅程，就到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，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，失落的时候只相信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。小海豚们，感谢我们 Johnson， 谢谢你，我看到了大宝。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，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，就当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，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，失落的时候就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谢谢我们大宝，感谢你的眼镜，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送给在直播间默默陪伴 Kiki 的你，感谢我们月月，谢谢我们月月，感谢我们大宝，辛苦了，感谢大家。刚刚有个人来连我，好像也叫什么大宝，但歌没有唱完我就没接，然后呢转眼就忘了，我这个记忆力也忘得太快了点吧。哇哇，谁送我宇宙之星了？哇，感谢我们阳光哥，谢谢我们阳光哥的宇宙之星。哇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宇宙之星，谢谢我们阳光哥，感谢阳光哥。谢谢我们阳光哥的宇宙之星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好看吗，家人们，好不好看？神秘人好看不？我就是旁边有一个人。我们也要看到神秘人的。谢谢我们阳光哥，辛苦了，
阳光哥真的之前像我们拉人气票的时候，阳光哥都会帮我写就是详细的规则，然后告诉我怎么拉，然后包括以前很多大大小小比赛的时候，阳光哥一直都在就是支持我们，然后就是一直帮 Kiki 带动直播间的这个氛围啊，特别感谢我们阳光哥。欢迎韵一哥，欢迎你，欢迎韵一9211，神秘人有，神秘人你是不是曾经拥有啊？谢谢我们大宝，感谢大宝的六日花火。啊，阳光哥又升40级了，双喜临门啊！恭喜我们阳光哥，恭喜，好日子。15分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有上人气票的朋友们，我们要该冲刺了。冰箱贴什么时候寄出？我全都寄了，我都寄了呀。我们现在目前在人气榜的第9名，1305人助力了，然后现在目前的人气值是54.6万，第7名是90万。这是大主播们又打大 PK 了，我们我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。我觉得晚在前十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来，我们现在所有人啊，打开这个礼物背包，然后找到这个粉丝团，然后找到这个人气票，长按一下，长按一下，然后送这个520。送完520，然后再送这个188，只要600个啊，只要600个就可以，多了多了没有关系，但大家只要600个就可以了。然后免费的这个观看票，你们在这里也可以找到，在这个粉丝团，然后长按人气票。长按人气票，然后找到这个右边粉色的小爱心，点开，然后里面有这个免费的人气票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点这个粉丝团成员邀请助力啊，互相分享到微信群啊，分享到我们的抖音群，都可以邀请助力的。你们看到你们手中的免费人气票了吗？记得要一键送出哦，不送出的话就过期了。看到的扣个看到。Jacky 哥，大小号都送出了，谢谢。Hello， 我是叫你 Kiki 还是叫你大魔王呀？叫我 Kiki， 咱们俩哦、嗯，我就说我们俩是第一次连，是不是？是那天小小那个连麦我们认识的吗、哦、我知道想起来了。嗯啊，对你把我忘了，你来连我太扎心了吧。不是，你在我的这个榜上的第一位，然后我就想这名字好熟，哎，我就想起来了，见到你就想起来了。我在你榜上第一位啊。真的吗？嗯、对啊，你在我这个 PK 榜上是第一位。看来我俩就得有缘。对，正好我刚刚跟那个八戒也连了一下、哦、是吗？看来我们要形成我们的圈子了、哦、但是我跟你没有玩过。嗯，我跟你没有玩过。行，那我们咱们俩就今天得玩一把，小玩一把啥的。我看看啊、嗯、那我先了解一下 Kiki， 你都是几点钟直播的呀？我都是九点半直播。你都9点半直播是吧？对，对面 Kiki 应该是跟小小，我感觉你俩性格跟类型挺像的，挺像的是吗？ 我要早晚把它变成跟小小一样，开始走跑偏，行不行？就跟我连多了可能会跑偏，真的。没事，今天第一天连没事，慢慢的你就知道怎么跑了。
你要跟我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一般玩什么？我也连着打了几把了。我玩什么绕口令啊？估计这一把估计就打不过你了。然后踩一局啊，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买花棉袄啊。那这样子好不好？加小辫儿啊。玩一个你没玩过的。你说。你肯定没有玩过的。你说。你要是输了，我其实我有好多惩罚都是，但是我不敢跟你玩，我怕我一说，等一下你家人都打我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可不可以玩？你看他聊天，他就是有这么多票了，见鬼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我们家怎么没人给我上票呀？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家一直都没有冲人气票，人气票。哦，打人气票，那就正常的了。那这样子，嗯，你有没有玩过那个跟那个就是打电话的那种玩过了没有？打电话，我玩过，就大哥打电话来撒娇八连的。哦，那我就不跟你玩这个了。嗯，我们输了的话，我们就那个，你是玩成语接龙吧？成语接龙啊，咱俩就是你自己出，哦，我自己接，啊，对，你自己出一个成语。Kiki， 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厦门人。那你会说闽南语吗？我就会说一句哇西蒙郎。那我们这样子吧，我们就玩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方言的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玩方言的表白，好不好？就是很深情的用方言表白。他怎么今天都跟表白杠上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今天刚玩了一个表白局，输了。啊，还有人跟你玩表白呀？不是，就是咱们用方言。我是跟这个灯表白的。这灯怎么想的？你问过他吗？我没问，反正我就是表白啊。他喜不喜欢我？怪不得。就那个，我们就用方言表可以吗？我就只会普通话。我没有方言。这样吗？哎，我问你，嗯，你的英语是不是一级的？我的英语啊，就是什么啊啊 ，Do you know how do you do 这种会不会 ？How do you do？ 就拿你知道的英语给他拼凑成表白，就用你的英语拼凑起来表白。给谁表白啊？我指定的人。啊，要跟人表白啊？怎么跟物体表白吧？不是跟人表白，是跟谁表白呀？跟物体表白吧。跟物体表白，他能知道？用英语跟你房间，我说，来跟榜六表，就跟榜六啊，来跟榜十就表榜十，知道没有？哦，你都这样玩的？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你，我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连着薅了三把。那你呢？你用什么方言啊？我不知道啊，那不是看你吗？你想怎么罚我呀？这样吧，咱们用方言唱那个天下第一吧。我给你唱个 key and key 语。你不是不会方言吗？我自己编的 key and key 语啊。啊，你自己会唱，然后我又不会，我不得死吗？你不会唱这个东西吗？就我自己用我的方言，要我带呀，这是我试试吧。好，行。欺负人呢，这是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能学一下了；如果我输了，那我只能说这个坑我来跳了，好吗？好，这个不难的，一听就会的。嗯，我家的人都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再要求了，人家爱情回来会打死你的。”我也有。来吧，好，来吧，再来一句。好，你人气票打完了吧？应该来开始吧。嗯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还在打呢。快打完了，快打完了，还有七分钟打完。我已经开心的，那我们就闭麦了。这一把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闭麦了。你看，谢谢我们神秘人，感谢我们神秘人的园丁女神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感谢神秘人1313，谢谢神秘人1313，感谢神秘人的1313的原定女神，给我搞懵了。
谢谢谢我们神秘人1313的原定女神预约。然后家人们，我们还没有上满人气票的，趁我们最后的时刻，我们在 PK 的这个时候一起把人气票上了，我们一起把人气票上了。谢谢我们神秘人6717，感谢我们6717。神秘人升20级登台了，他是不是自己都不知道啊？洛哥，恭喜你升20级登台了，你是不是自己不知道啊？发个福袋。谢谢我们神秘人跑了，跑了他。谢谢，感谢我们洛哥，谢谢洛哥。这个榜一，现在的这个榜一神秘人马上就可以揭下他神秘的面纱了，还有最后四分钟，你不要跑哦，你不要跑，你答应我们的不能跑。我们现在人气榜第八名，85.7万，第八名啊家人们，还有1分50秒。今天真是好日子啊，我们有阳光哥喜提16级灯牌，然后我们神秘人大哥喜提20级灯牌。原本想到神秘人进来的，没想到把20级灯牌升了。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北京的第几名啊，看一下在北京的第几名，在北京榜的第二名，我们现在北京榜的第二名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等一下家人们，这个可以帮我稍微的这个守一个塔，我不知道他们最后会不会突然偷塔。是蓝天奇哦，谢谢我们子佑哥，感谢我们子佑哥的掌上明珠，谢谢子佑哥。最后三分钟的人气榜还有20秒，他们家有神秘人，他们家有神秘人。要小心哦，有点危险啊，有点危险，他们家在往上补刀了。感谢妮妮，谢谢妮妮，最后5秒钟的时间我们守住了，又上了啊，家人们，家人们守塔。感谢我们神秘人6717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神秘人1313，谢谢我们哦，神秘人你上到地上了，你上到地上了，感谢我们神秘人6717的嘉年华，感谢我们子佑哥、小二哥、小成哥、Jason， 还有我们邻居的猫蛋家军，还有我们这是什么字啊？11级灯牌的我们的榜九，还有我们的老邹，谢谢大家辛苦啦。我靠，这个神秘人大哥有点太猛了吧，送医药费这么送的吗？啊，这是我家的神秘人啊，有人。不是啊，不是腾哥，不
感谢我路飞啊，谢我路飞，谢我路飞。嗯，我路飞醒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，不是你家的。你说，你说，是我自己家。你说现在在就是帮你打 PK 的这个神秘人吗？是我自己家的呀！我还想我站了呢，就我以为对面大哥呢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造孽呀，真的是，真的造孽。谢谢，不是你早点说啊，是我们自己家。你以为你1103？我不知道你那儿的那个路飞哥是哪个路飞哥啊？我们家也认识一个路飞哥，是我自己家的路飞呀，我灯牌19级的。我叫他叫路飞，他名字不叫路飞。那不是同一个人。你以为是医药费？我的天！我以为你家神秘人提起来送医药费，我老开心了。我，你自家说这个大哥啊，上那么多，我本来血条能挣一点的，我本来血条怎么地，我血条怎么地也能挣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么一上，我血条也挣不到。后来一看这神秘人，我还在那感谢，哎，我死。气我，没事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人气榜没有关系第8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证明我家里有票。那要不然你这样子，你选择用方言给你家神秘人表个白，或者是唱那个天下第一都行。我很少玩，几乎不玩表白局。我今天第一次玩表白局，就是跟那个灯玩的。我想是叫老公天下第一吗？对，是。我觉得我怎么傻子样的，自己家的神秘人都不认识。不，神秘人他名字有点像，我都不认识，你知道吗？都的确挺像。哎呀，真的是。你们家那个是1103，我们家这个是1313。他像了，有点像，知道吧？对，是真的有点像。是用方言唱是吗？对，对。好，我来了。我给谁唱？给你神秘人唱吧，你给你家神秘人唱吧。我神秘人是我的一个大姐，然后我就唱了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啊！哈气哈气，嗯啊嗯啊，我一笔一个嗯。我这不要跟老公老公抱抱，我有公子婆婆，天气脸给婆婆，我喜气气个婆婆，我跟神秘人洗一洗，笑起脸真大，我这里在你手里，我第一次给你操心，我给哈气最棒，我给哈气最好，我亲亲喜人哟，我再说个喜人文创。我心想做小朋友，我一转运随我；我心想做小朋友，我一转运照顾。我听过如果没小朋友，我开心就会死掉。我听过这个小朋友，我没心会死掉。啊哈哈！这个神秘人是你家的吧？6617，这个是6617。不是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不对，有没有神秘人啊？我分不清楚。6617吗？是我自己家的，我的 QQ 密码，那我的微信密码，那我的淘宝密码，那我的银行密码，那我的智能超市，我也要上别人的心眼，我过不出来心眼，哦喵喵喵，嗯啊，我一做比一个，嗯。我又比一个嗯，我再不一个嗯啊！我爱哈基宝宝，需要公主宝宝，我飞起脸的宝宝，我喜气气的宝宝，我爱哈基最漂亮，我爱哈基最漂亮，七七四四最漂亮，我对谁是最漂亮？我爱哈基喜日最棒，我爱对象喜日。帮我亲亲喜日不能有，我整出帮喜日没错。啊，这是哪里话？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唱什么，我中间都唱的乱七八糟。
不是，我很好奇这是哪里的话，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。我是浙江湖州安吉人，我是安吉的。安吉，我是安吉的。哦、对对对对对，感谢我黑姐，黑姐他们都知道是你了，你就不神秘了啊。不过黑姐，我这两天没播，就不知道你弄了神秘人了。你倒挺会玩啊，黑姐啊啊！对，我这个方言就是，如果我好好的唱，可能就是有点接近那个上海，接近那个宁波。哦，对，接近宁波，接近上海。懂了，嗯、懂了，辛苦了。对我那个我那个嗯，我那个。对，不太会，一句没听懂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都没听懂。我这以后给你打 PK， 我给你打榜，不给你打总榜，太猛了。这一数字一百的话，整个血条懵掉，我家里人在那里发呆。这没法打啊！下次跟你玩个榜就可以。嗯，好，本来就有了，不是你也太温柔了 ，Kiki， 我俩这完全真的是反差，我俩。可以互补、嗯、可以可以对对对，欢迎宇哥、嗯、好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、嗯、小梦，好好好、嗯、等等、嗯、哎，对，我是湖州的 嗯， 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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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宇哥，欢迎我们点歌，感谢我们点歌，还是为 Kiki 送人气票，谢谢点歌。点歌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啊？对了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拿下了这个人气榜的前十，辛苦了各位。神秘人，你这个衣服怎么还没脱掉啊？怎么还没脱啊？感谢大家，辛苦啦，辛苦了。是不是没有看到我的头啊？我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再来一次。哎呀，会看到我的袜子。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！不行啊，这样显得我腿好短啊，怎么只有3厘米？不行啊，这显得我腿好短啊，刚刚。谢谢大家，辛苦啦。刚刚那个腿只显得有3厘米，上面这样，底下这样，这样看起来还正常一点。你看我这样子看起来跟这个灯一样高。到这里，这个礼物好好看，什么礼物啊？我没看到，你送礼物了。谢谢我们神秘人，感谢我们神秘人，这个是永生花吧？谢谢我们神秘人的永生花。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哦，跟你们讲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袜子咋回事啊？你们都看到了。我刚想跟你们说我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们就直接猜到我要说什么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呢买袜子，然后呢我买了同一个色系的，然后袜子不同颜色，不是啊，它们虽然是不同的颜色，但是不同的造型啊，就是我买了二十双还是10双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大概那么多双吧，但它们是同一个色系的，然后就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感觉的，然后我就好开心，因为它们混搭穿起来根本不出来你是乱穿的。就随机配对感觉都可以，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想找他们同样的了，我觉得这样很有个性。你们不觉得吗？我就好开心啊。以前买袜子的时候都是买什么这个颜色的一对，然后那个颜色的一对，我差点打嗝。然后我这次就买了二十个差不多一样设计的，然后呢就是发现混着穿还挺有感觉的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？你们也是这样穿袜子？同道中人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习惯以前没有，我是跟我美国的同学们学的，他们总是天天穿不一样的袜子，鞋子也不穿一样的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感觉有点奇怪，我觉得还好啊。
我觉得还好啊。神秘人。感谢我们露露，谢谢我们露露的嘉年华。哎呦，我又按错了，我啪的给露露一巴掌，我按错了。感谢我们露露，谢谢我们露露的嘉年华。我是要按这个音乐的，不是，我按错了。哪有十二级灯牌啊？你问你你哪有十二级灯牌？你不要碰瓷，我没有打你，我没有打你，我逗你玩儿。谢谢 SJW， 感谢你的掌上明珠，谢谢。找我算账，怎么你上麦我送你个嘉年华？上来送你个嘉年华。我还敢让你上麦？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谢谢你的提醒。换新歌，换新歌，怎么想给我们唱歌吗？换新歌，上工了，八八六，清安自在。你现在要去工作吗？加油哦，加油哦。刚高泽宇来找我打 PK。我们要不要跟他试着打个榜五啊？家里人够不够啊？一二三四五，够不够打榜五啊？点歌，你有什么想听的？点歌，猫者不说话啊！点歌在我们的榜八，他准备了一首歌，现在吗？现在吗？换新歌，试试。他肯定要说我的那个花名奥怎么没到。嗯嗯，估计没连上，我去连别人了。高泽宇，他连别人去了。换星真的把自己抓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换星，换星来吗？跑了。欢迎我们魏先生。换心说要抓人上麦。等眉毛有点红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找个人打榜五去。想吃猫的鱼，我看到你了，鱼哥。鱼哥说句话，鱼哥。我们再玩一把，再玩一把 PK。哎，今天还没有抽奖啊！今天上满600票的有这个，看一眼，这么多，49位，49位，我们等下抽奖，等下抽奖。Hello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我这边卡不，你这边你有一点，有那么一点的卡。
你卡吗？有一点哈，没事。嗯，咱们俩玩个绑舞吧。怎么玩呢？咱们？你们家能玩绑舞吗？可以玩，但惩罚是什么样的呢？惩罚，咱们俩就玩才艺吧。可以，闭麦。好，直接来啊！好，那再来一局吧。嗯。好。家人们，我们来个绑舞，打个绑舞。我们有请五位家人站榜，有请五位大哥站榜。今天的第一把榜五，今天打了个榜十，没有打榜五。恭喜我们真心感受哥，恭喜你升九级啦！恭喜真心哥！没有睡着的朋友们，我们扔个东西占榜啦！感谢我们月月，谢谢我们月月，感谢我们月月的流金岁月。哇，月月你升级了，恭喜你升十级了。恭喜我们月月升十级喽！谢谢我们真心哥，感谢我们真心哥。管理们，我刚刚那个是说49名，600票是不是？等我们抽1到49名的，欢迎我们豌豆荚。谢谢我们真心感受，然后我们现在两位大哥占满了，我们还差三位啊，还差三位大哥占个榜。谢谢我们 LULU， 感谢我们 LULU， 谢谢你的寻爱之旅，谢谢你的永生花。这个头像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这是个什么头像啊？这是个小朋友在哭吗？谢谢 LU， 这个礼物好像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的礼物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要解锁的吗？打你了！我打了洛洛，他哭了，我去。这怎么办？还有2分40啊！那个不是我。真的，这个 LULU 啊，不是这个。哄哄他就一会儿又开始撒娇巴脸了，我跟你说，将错就错，再打一个。谢谢我们露露，感谢你的寻爱之旅。我们打榜五啊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只有三位占满了，还差两位家人，还差两位。公屏上我们一起扣一波打榜五了，谢谢我们叶微凉，感谢我们叶微凉，他们家现在这个榜次是1200了，感谢我们叶微凉，谢谢我们大宝的只属于你。谢谢我们大宝的保时捷，还有1分半的时间。1分20秒。还有1分钟。哇哦，欢迎我们冲哥，欢迎冲哥，感谢我们冲哥的闪耀 VIP， 谢谢我们冲哥，谢谢我们大宝的只属于你，感谢我们现在家里榜五是2400了，他们家的榜五是1399，他们家榜四也是2400了，我们一起往这个三千以上补啊，我们能补到3000的先补到3000，能补到5000的补5000，补3000的补3000，谢谢我们冲哥，
冲哥，你想听什么歌？感谢我们大宝哥，谢谢我们大宝哥的单车恋人，谢谢大宝。感谢我们凯普哥，谢谢我们凯普哥的摩天大楼，最后十秒钟啦！我们家现在是4666了，现在我们家的是榜五，是冲哥帮我们守住了榜五。感谢我们大达，哇，太帅了！感谢家人们，全面拿下，好牛啊！辛苦了，感谢我们。感谢我们露露辛苦了，不要生气，是不小心打的。然后感谢我们月月，感谢我们月月每次打榜的时候都第一个冲上来。然后感谢我们达达，谢谢我们达达最后的火箭补刀。然后感谢我们凯普哥，谢谢我们凯普哥的摩天大楼，感谢凯普哥。然后还要感谢我们大宝，还要感谢我们的冲哥，谢谢我们冲哥辛苦了。冲哥送我的是那个什么闪耀 VIP， 然后谢谢我们叶微凉，感谢我们真心感受，还有无聊中，还有金涛，谢谢大家。大宝你是三哥吗？大宝，嗨 ，Hello， 我还以为你卡了，没有。太猛了，这也真的太猛了。我是快下播了，他们要就唱歌是不是？嗯，好。嗯，四哦，大宝是三哥。唱一个。谢谢我们月月的螃蟹，谢谢月月的螃蟹主播。路灯下的恋人，都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的难舍又难分。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在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好听好听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好，你也来一段啊。啊，我也来一段。对啊，来吧。你们想听什么？我唱一个、啊、唱个啥呢？冲哥你来点个歌吧。冲哥，飞云之下是你上次点的吗？飞云之下，回忆里的那个人。飞云之下，风让云长出花，满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呀？漫步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又想念家？心中那炙热的梦啊，他多久没说话？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奔路上的我，穿上回忆后
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做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。好听，我就唱到这儿。谢谢。好听啊，家人们互点一下关注啊，互点一下哈。嗯，好，大家可以给这个泽韵小哥哥点点关注。行，谢谢。那我就先走喽，玩得开心。好的，咱们下次玩哈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记错了，昨天是跟那个芷柔打 PK 的时候唱了这首歌。我记错了，我记忆出现闪失了，把两天的事情拼到一起去了，搞错了。这哥们儿好看。大家帮你打假，换新歌你要上麦吗？我们差不多了，我们差不多了，然后悠你给我们一个数字，我们抽个奖吧，抽个奖吧。抽个奖，然后我们收摊了。我今天抽奖就直接顺延吧，无微顺延好不好？27，好。最近不知道，嗓子这两天唱的有点皮，有一点点的皮，所以我今天没敢唱那个奔赴星空，因为那首歌太需要真假声的转换了，来回转来回转，我现在嗓子有点不受控制，不受控制就容易一下就那个啥。27名争过了，我们就恭喜这个十一级灯牌的微游微星，恭喜你中奖，还有恭喜我们十一级灯牌的在等风呀，恭喜你。然后我们的木工花已经有好多了，木工花。然后还要感谢我们第34榜十级灯牌的月久醉人心，恭喜你中奖。还要恭喜我们九级灯牌的真看不见吗，恭喜你中奖。然后我都关注你们了，你们记得回关我一下，然后给你们发那个表格。还有恭喜我们八级灯牌的德德，恭喜恭喜以上家人们中奖，恭喜你们获得 Kiki 的定制 T 恤一件，恭喜大家。我们今天帮 Kiki 上满600票的家人们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逗我的，下次再逗我的时候别点那首歌。我会当真。三哥好，藏好神。明天我们继续抽奖，明天继续抽奲。嗯，明天我考虑一下明天播不播吧。我想考虑一下明天播不播。因为马上要这个演出，我还是要照顾一下嗓子。明天考虑一下，或者是语音播，总有那么几天啊，就是唱，比如说连轴唱了很多很多天，它就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不稳定，然后休息一下就会好的那种。谢谢我们露露，感谢露露的有声花，谢谢我们露露。我这次又连着播了多少天啊？想一下，这次又连着播了多少天没有休息啊？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停播超过3天啊？是不是啊？谢谢我们一直在努力，感谢一直在努力的爱你。一个月了吗？一个月没休息过了吗？我一个月没休息过了。小小的姑娘把
感谢我们努力的比心，是不是9月24号休息了一天啊？是吗？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。9月24号，我为啥休息啊？心失去了远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9月24号那天好像也是嗓子不太舒服。24号倒是我的那天。哦，我刚问你们，我说我没有停过超过3天吧，是吧？是不是没有超过3天过？动了忧伤，想着他就24，最多2天。遥遥的天之涯。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主播，就是之前跟我们有连过的一个主播，然后他就是发了一个动态，然后就说他暂时退网什么的，然后他里面也写的说他直播了3年，然后从来没有停播超过3天过，然后就突然联想到自己了。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？以前一个跟我们玩过几次的一个男主播，然后他说他需要休息了。大家也要注意劳逸结合。是的，等会儿你来接下班，我现在就要下班了，欢欣哥，我现在就要下了。等会儿，等你再等一会儿，我就下了。因为就是直播的话，的确就很3点一线，的确很3点一线，而且之前有朋友啊说，就说你们百万博主啊，这个生活一定很热闹吧，就一定很丰富多彩。然后说你错了，是很孤独的。幻星哥，你还有摩托车队吗？今天晚上感谢我们露露，谢谢我们露露，感谢我们凯普哥，谢谢我们凯普哥，感谢我们月月，辛苦了月月，感谢我们阳光哥，感谢阳光哥，恭喜你升16级灯牌了。然后感谢大宝，谢谢，感谢我们三哥，然后感谢我们达达都可以，谢谢我们学霸姐姐，感谢我们姐姐，感谢我们一直在努力呀，感谢我们成哥，感谢我们子悠，感谢我们向日葵，谢谢我们桑桑、陈小二、Kiki、人在旅途、小成哥、壮阳阳、新晋、Jason 还在努力中、路人、金丝里、未有卫星、老邹、无名、落叶之秋、莫公花、月久醉人心、小猫、风无情、真看不见吗？得得，欠你一个小太阳、满鱼饭、秋刀鱼的猫、马拉松、正哥、Jerry、Catherine、小男孩、亚瑟王，还有我们所有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管理们，辛苦了努力哥，辛苦了我们桑桑，还有我们的冉冉，辛苦了。大家晚安，好梦。明天晚上9点，哦，明天考虑一下。感谢我们都可以，谢谢我们都可以的私人飞机，还要感谢我们的洛哥，恭喜我们洛哥升20级灯牌了，恭喜洛哥。因为我那个12号必须要上，我12号必须要播，所以我休息的话就只有明天。暂定休息，然后开不开语音再说，好吧？哎呦，我头发怎么乱了？谢谢我们小新，小新的小西宝，感谢，谢谢你的比心，谢谢我们达达的飞机接下班。好了，家人们晚安好梦，谢谢我们幻星，感谢我们幻星哥，幻星哥你要上麦，你告诉我啊。谢谢我们上幻星哥的私人飞机，还有个晚安月月，
晚安，阳光哥晚安，所有家人们辛苦了，晚安，拜拜。